好，我们看例题，我们要看啊，这个函数哈，它 x 趋近负胸大的话，它的极限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好来看这个，这个哈高斯函数的啊，这个呢会等于什么呢？等于负一啊。当什么？当 x 呢小于负一的时候，哦，当 x 呢小于负一的时候，比如说是负二、负三、负四、负五。 这个都是负的零点多了，那负的零点多哈、哦，它是小于零，啊大于等于负一嘛，所以你把它取整数部分的话，就是负一，就当 x 小于负一的时候，这个是负一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事实上是等于多少呢？limit哈、哦，这是 x， 趋近负穷大，哦这个 x 呢是小于负一的。 这个时候就是负的呢 x， 好啊 ，x 趋近负无穷大的话，这个就变成呢正的无穷大。那正的无穷大这个不是一个数，所以呢它的极限呢我们说它是不存在的。